什么叫太阳椒？大家第一次听哈，就是用花酒月秋天最强烈的阳光给它直接晒干的，所以它的颜色是这样鲜红漂亮哈，里面呢没有籽啊，籽全部给它丢掉了，因为栀子对身体不好，很辣又容易上火的。这个新加坡的朋友啊，你们的这个辣椒粉听说是暗红色，然后里面有籽是吗？对，酸的比例给它放进去了，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咖啡色的液体哈，我们叫做鱼露。 大家晓得鱼露吗？fish sauce 哈，我们呢依自己的这种哈量，你喜欢多姜少夹都可以调整的。然后口味重的人，我们还是用细盐来给它调整一下。但是大家知道，韩国是一个出产人参的国家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吃人参的习惯。韩国最高级的泡菜是什么泡菜呀？人参。 大家知道韩国哈是八，它有八个道，这八个道呢啊，每一个地方哈，家家户户做的泡菜口味都不太一样啊。古代的时候呢，妈妈传女儿，然后呢婆婆传媳妇，三代同堂继续这样子传下去。看自己的最后一片叶子啊，有没有过长过宽？如果可以呢，就用一片叶子。 如果你的叶子很小又很短了，我们可以用两片到三片叶子给它铺平在盘子上，懂吗？好，然后拿起酱料来哈，从根部的地方涂到叶子的部分。我们每个地方只给它涂红就好了，不需要加很多的酱料哦。因为最后一片叶子啊，我们等一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要做，我等一下才告诉你们。第二片叶子呢，我们除了还要给它涂红之后呢。 要在它的根部地方要多塞一些酱料哦。如果你怕辣呢，只塞一点点；如果你觉得我喜欢吃大辣，可以多塞一些酱料的，这个可以调整啊。好了，这样一片一片来就好了哈。大肠非常活跃的开始蠕动起来了。大家知道自己大肠长得什么样子吗？ 就是这样弯弯曲曲的啊，这个弯弯曲曲的里面呢，它存起了很多的宿便在里面，大家知道吗？每个人肚子里都有哦。好了，最后的一片叶子到底怎么做哈？就给它放在盘子上，不要去理它了哈。右手啊，右手我们要拉起叶子的部分，左手呢，左手我们要抬起根部的第二片叶子下面。 这个动作能做吗？可以哈。然后我们要给它隔离，空气必须要给它遮成一份。然后这里面呢，多余的空气要给它挤出来了啊，这样子发酵才好吃的。然后用最后的一片叶子啊，我们要像一个哈啊包袱一个绳子一样给它这样子捆绑起来的。嗯，这样的重要的是叶面要给它打开来哈，尽量全部给它打开来哈。 它就要像包袱一样给它包起来的，为什么要包起来呢？因为这个酱料会继续不断的发酵哈，它都变得水水的，这样流出来不好吃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啊都给它包起来，然后剩下圣诞手套上的酱料啊，我们再给它涂抹一下，这样子哈就做成了。但是这样做好了泡菜也好啊。 你买回去的泡菜也好，这切的细细的哈，五花肉炒泡菜，泡菜炖豆腐汤，泡菜炖海底鸡，泡菜火锅，泡菜煎饼，饺子馅儿，再用大白菜、披萨、汉堡都可以带入进去的。因为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本来都是这样，在韩国都是这样子吃哈，因为啊，这个生的泡菜和把它煮熟过的泡菜。 味道完全不一样，更好吃的哈。过程哈都写的非常清楚，大家看懂中文吗？看懂啊。然后呢，里面呢、啊、后面就是介绍各种的泡菜料理都在后面呢、啊。啊，面食什么啊，饭食什么沙拉呀，什么都有啊。如果你有关心呢、啊，可以到前台去购买，一本5000，现在在打折了哈。